终于是我一个在家里看着我老婆上班的日子，顺便来记录一下我今天一整天在干嘛，在家一整天在干嘛，想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做，觉得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没有我老婆、只有我跟我猫的日子。走，小妙，是不是很享受早晨的阳光？哦，很享受哦。早安，早安。哦，也很享受的样子。他们昨天的宵夜罐罐，他们水每天都要帮我换水，我都会去先换这两个。来，小妙丽水哦，你看他就很兴奋这样。然后另外一只看到小妙很兴奋之后，他就跟着冲过来。来，小妙喝水。搞定完猫猫之后呢，我差不多要给植物浇水。可是跟植物浇水之前，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植物。很大的这一盆，它叫浪龟，还有个风度必赢的牌子，我们对它的期许。然后这个，它叶子会变色，那下面会黄色，然后上面绿色，然后会有那种黄色点点。这一颗哦，招财，它叫 Coco。这个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，不是啊，我忘记它是什么品种了，反正它叫。小铁，然后这个叫冷六，这盆是跟美华姐熬过来的啊，因为它两只根这样纠缠在一起，所以叫它两只。这个是我们去花莲的时候有个市集买的，它叫罗汉松，所以它的名字叫阿汉。然后这个是小树，突然就死了，然后我还在试着救活它，但感觉有点辛苦。再来这个，这是我妹的猫，斑比。死了之后的骨灰上面的纸栽，然后因为它很喜欢贝贝，所以我就把它接过来养了。也自从它给我们养之后，看到贝贝它就是长得越来越茂盛了。这些植物都用这样一盆水浇，这样就够了。我也不会每天浇，每天浇容易淹死，好吗？我煮咖啡。每天都要自己冲拿铁，如果我在家的话，然后我会帮我老婆冲，她很龟毛，她喜欢喝热咖啡，她说刚泡的咖啡比较香，给自己泡完一杯咖啡就在开始煮我的早餐。小胖啊，每次我在厨房用东西，她都觉得我在帮她弄食物，因为他们食物都会用调的，就是罐头啊，加一些营养粉啊。然后再拌一拌给他，所以我都在这里用，他就觉得我在用他的东西。这就是我的早午餐，这是我的菠菜，然后我的菇菇炒玉米笋，然后这是我半片的马芬堡，弄上一颗不熟半熟蛋。我们下次可以开一个啊娇妻系列的频道，然后做各式各样的料理，喂饱我老婆。哦，对，我这个盘子是为了纪念兔爷，所以这是一个兔兔形状的盘子，等一下吃完大家都看得到了，呵呵。吃完了，又到了放松时间了。美好的下午呢，就是要有芳香的空间，搭配音乐、冥想跟猫，然后戴上我的耳机。我冥想通常都会戴耳机，因为没有限制，我可以乱动。然后重点是因为香氛调上之后，我的猫就会睡觉。就戴耳机，我才不会吵到他们，他们可以过他们快乐的猫生，然后可以做我的人类的小世界冥想，然后没有限制这样，这就是我的自己的世界。人生的时间都浪费在猫身上了。好啦，我要冥想了。这家伙也在喝我的水了。
算了，我今天心情好就给你喝吧。我已经做了好多事情了，然后我老婆还没下班。我刚一传讯息给她了，她说已经快要回家了，在收尾了，所以在等她的过程，我决定要来。小胖来，小胖过来了。哎，跑了，我的猫跑了，可恶！没关系，我还有一只。姐姐，她陪着我一起过了一个很慵懒的下午。对不对啊，小喵？还想听音乐吗？嗯。老婆说她已经停好车，准备过来搭电梯了，所以我决定坐在这里等。她随时都会回来。杜宝回家了。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老婆，回来。你终于回来了。对啊。累吗？今天？嗯。你晚上是不是要开会啊？对啊。那我们方便一点，直接叫 Uber 晚餐吧。好。口罩拿掉。亲的。哎、哦，电到了。爸爸。吃完饭要来那个了。好，放包包。我已经挂在你身上了。赶快放包包。哎，喂，我每天是这样。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漂亮哦，我好难得可以进入老婆工作的样子，是不是超美的？要看过一直嘟着嘴的人类吗？不要思考的时候就一直嘟嘴，是不是好笑？倩倩，可以帮我拿耳机吗？我要准备开会。在哪？书包。老婆，是这个耳机吗？没错的，请给我吧。那你要先跟我讲我的三个优点，我再考虑把耳机给你。胸部大，身材好，长得漂亮。胸部大跟身材好很接近。不一定啊，有些人胸部大，但他不一定身材好；有些人身材好，他不一定胸部大、啊。不行，我还是觉得太模糊了。你要再补充一个。可爱，好敷衍哦。但我是一个守承诺的狼，所以给你。我最近都是戴这个耳机开会，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为什么要戴耳机开会。最重要的是因为我的猫呢，它们非常的可爱，就是在我开会的时候，它总是想要有参与感，然后它们就会一直喵喵叫。而且重点是，假如说平常我在看 YouTube 的频道，它们不会跟里面的声音对话，但只有我在开会的时候，它会知道那是你知道一来一回，它感受得到情绪，所以它就很想要跟里面人讲话，在我一开会的时候，他就会一直跟里面人对话。他叫小的我不理他，我想说那就过，让他过。就他们没有，他们整个就是越叫越大声，就是那种在命令你说理我，哎、欸，理我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有可能不是要你理他，是他要会议里面的人理他。反正之后我就决定把会议里面的人声音全部藏起来。自此之后，我全部都是戴耳机。然后更重要的是，他降噪，降噪功能一定要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也是没有办法让我的猫在旁边来影响我啊，而且我超容易分心的。大家知道我都是英文开会吗？其实中文英文不重要，因为我听中文就已经够容易分心了。如果是英文会议的时候，我就整个是会很慌乱，所以我就很需要降噪。这颜色是不是很漂亮？它降噪太好，我现在听不到。你没有跟我讲话吗？没有。好。Okay, thank you, bye.乖，让我开完会了吧。好喂，你今天看起来为什么有种怪怪的感觉，还硬把我塞到这个地方来？因为我今天在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录了我一整天没有你的日子。我在干嘛？没有你的日子让我想到一首歌。不要唱，不要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对，你会好奇吗？没有你，就是让你去上班之后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。我一直想唱那首歌，哎、欸，我很好奇，我也很好奇。那你就跟大家一起看首歌。OK， 所以就是、感谢你来作为我一整天影片的结尾，以及我一天的开始，这样哈、哦。对 ，OK。如果你觉得这耳机怎么样？
我这个我觉得很大优点就是它很适合开会，就是它是 conference friendly 的一台耳机，超级适合我哦。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降噪 ambient sound mode， 然后又防泼水，它充电又快，然后它还可以单边使用。我一定要说它的外观，就是机构件设计，身为在科技公司的我一定要说一下，机构件设计真的非常的好，还有它 IT 设计也很好。所谓机构件设计也好呢，就是它这样子，有没有，因为我很喜欢把它放，我喜欢它方方的，然后底这样平的，它就是一个很合适放在桌面上的小物，然后你就这样打开，平常你放在桌面你就这样打开哦，因为蛋形的就会，你那就是放适合放在包包里。对，因为蛋形不适合在桌上，它是会倒。对对对对。然后它立足点也不是非常的。对，你这种就是适合放口袋、包包那种，然后好握型的。我这个就是，其实我大部分使用就是会把它一直放在桌面上面。你上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跟我求婚的时候。Really? Would you 这样的时候 marry me? 它机构件设计这种我很喜欢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颜色，就是现在很流行那种莫兰迪色系啊，这个叫浅豆绿。那我这一款呢，它是比较基本款的，非常的轻，它只有 3.6G， 它又轻，然后价格也非常友善，价格很友善，然后它的颜色也非常可爱，这是一个小蓝灰，我不管它是什么灰，我是说它是小蓝灰，它就是小蓝灰。这一款它其实原本有一个粉红色，粉红色，然后跟比较可爱缤纷的绿色。我家老婆原本要选粉红色，但是我已经拒绝它了，我就要选这个。奶油灰，好，它其实名字叫奶油灰，所以我这一款是 Beans Air， 喜欢。我这款是 Beans Pro 2， 喜欢的话可以上网买哦，我们把链接放下面。好，很感谢今天我老婆帮我做的结尾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如果对耳机有兴趣的话，我们会把链接放在下方，让大家可以点进去参考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，兔宝说拜拜。很难得是我做结尾吧，呵呵。对啊，我很少讲这些。对啊。